他并不陌生，在玉龙队跟台啤的对位上面，他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了。杨敬敏切入到禁区，三分球，正算加罚。哇，结果历史性的第一个两分啊，由阿美战士赢球。杨敬敏，他跟林志杰就像凡哥所提到的哦，顶尖的小前锋。地板传球，杨敬敏塞到篮底下，前肯尼插满得分。成功发进场内了，阿敏在高位三分线外，你的跳投有了三分球，最拼的三分弹。不是拼李德威三分线外投偏了，如果要靠德威的三分来拿胜利的话，这就会比较不利了哈。没错，阿敏 low post 三打得分。所以阿敏接球时间蛮长的，他也做到赛前所说的，他有点打一个这控球后卫的感觉，在三分线外钻中线。